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系复活节，我哋喺呢一处咧要一齐嘅嚟纪念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罪被钉喺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我哋要欢呼，我哋要感恩，因为咧主耶稣胜过咗死亡，喺呢一日从死里复活啦。呢个系啊普天同庆啊，全世界都要欢呼嘅一件大事。只不过依家咧，真系咧百年一遇啊，一百年啦，先至有一次嘅啊呢一种嘅新型冠状病毒喺全世界嘅蔓延啊。咁咧呢个咧系我哋啊冇预测到会有咁嘅结果，竟然咧好多嘅教会喺复活节嘅时候，不能够去到教会一起的来敬拜主，面对面的一起的有唱歌敬拜侍奉，很不得已的要透过手机或者电脑透过网上的这种形式呢，大家才可以来聚会的。大家都要很珍惜这个时候，因为呢是不是成日时时有的一个非常时期，可以说是百年一遇啊。咁当然一百年前呢都冇电脑啦，冇手机啦，所以我哋今日呢个时代可以有咁样嘅科技，虽然呢是病毒嘅侵染，我哋依然可以呢不停止聚会。今日呢我要同大家讲嘅题目呢，就是死亡嘅威胁与复活嘅盼望。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八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地处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女儿既同有血肉之体，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但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今天我们要在这处思念主的话语，求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感动我们的心，向我们讲说话。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看一看截到四月十号，全世界已经有169万人是感染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万，有185个国家。由2月份开始，这个病毒在全世界一路快速的向上增加，死亡人数又是不断的增加，有增无减。我们看看欧洲、美洲，开始的时候在亚洲，慢慢我们看到一路去到欧洲就越来越犀利了，在美洲都追上了，有后面追上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图已经见到最近这两个月欧洲和美洲成为一个重灾区。左边这个图是确诊咁我哋睇到比利意大利好犀利㗎，跟住西班牙又追上啦，而美国呢后来居上，死亡人数呢
意大利咧係最多嘅，啊，跟住就係西班牙，但係我哋睇嚟咧，美國咧都係咧後來居上，又要追上，我相信咧不久咧都會啊超過意大利。點解美國會喺呢一次嘅新型冠狀病毒咧疫情蔓延嘅時候咧，可以咧發展得咁快呢？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美國檢測技術的突破。韓國做這個檢測是做得非常好，所以他們將死亡率可以降到 0.99， 即是在1以下。但是世界各地的檢測的這個技術可以由一個禮拜幾日去到幾個鐘頭，算是很快，但美國呢幾分鐘可以搞定，就是你揸嘅車去到呢停車場，或者去到嗰啲檢測中心呢，攞一個試劑啦，咁呢就十分鐘之內呢都可以做到啦。咁而呢 CDC 美國呢疾病控制中心呢都有統計呢，係美國呢有25万嘅呢啲咁樣嘅實驗檢驗中心呢，嚟呢係啦測試睇下你嘅身上有没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而我们看看韩国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已经是在全国做了50万人做了检测。意大利是90万人做了检测。美国呢，哇好犀利，是236万啊，过去是236万啊做了这个检视了。所以速度快，然后呢接受这个检测的人又多，所以看到呢美国呢自不然呢你出来的报告呢就是受感染的人又多啦，死亡的人数呢都是呢可以确定到呢是啊都是不少的。我们看看呢美国的疫情感冒呢，去到4月11号的时候呢，哇已经超过50万人感染，17000人死亡啊。但是我们都要看好消息，就是有27000人康复当然感染人数是大高过死亡人数和康复的人的数字的，所以就是大家需要继续合作，持守这个居家令，减少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让这个的指数能够慢慢是打平，或者有拐点可以翻落嚟下降。由于是感染的人数突然之间剧增，所以造成了医疗资源的缺乏。按照我们现在这样的增长的比例指数速度的话，我们接下来4月11号咁即係琴日啦，4月11号嘅时候呢，我哋係需要呢15000个床位缺乏15000个床位，需要呢係94000个床位，但係我哋缺乏呢15000个。而呢重症嘅即係加护病房啦,ICU 啦，需要几多个病床呢？需要呢9000个病床啊。所以呢我哋呢係遇到呢个医疗资源嘅不足啦，呢个係一个需要大家努力一起是配合的。咁高峰期呢就喺今日4月12号咁预测呢係去到高峰期㗎，就係、是、复活节嘅时候呢，每一日呢就会有2212人死亡啊，每一日喎死2000几人咁希望呢这个疫情呢快快能够呢由高峰呢向下降返落去，不要每日都死2000多人啦，真的死得人多啦。我希望呢这个的高峰期呢快快能够过去。所以呢我们预测，如果我们现在做好这个居家令，保持呢人际之间的距离，戴口罩，做好呢洗手预防这个感染，那呢专家预测呢去到8月4号，美国将会死呢6万多人，本来呢最坏呢去到24万
美国总统啊，川普啊，特朗普都话可以去到10万度已经唔错啦。但而家最近咧，我哋预测咧，似乎咧有好消息喎、希望去到8月嘅时候咧，就系咧去到咧死到4万人啊。嗱喺呢个期间咧，系有一件嘅新闻咧，一个悲剧，就系呢一个夫妇，呢一对夫妇，呢个美国呢个先生咧，佢睇到太太咧有咳喎，有啲感冒症状。就担心啦，咁啊两个人咧就走去咧系做呢个嘅新型冠状病毒嘅检验，咁啊检验嘅时候咧，因为呢个先生咧太过害怕，佢惊佢老婆咧中咗招啊感染咗，又惊啦佢又被传染到，于是乎咧佢直情咧索性咧攞枪咧就杀咗佢老婆，枪杀咗佢老婆，最后咧佢自己再自杀。哎呀，最可悲嘅事就系、是。后尾佢哋嘅结果出嚟啦，测试嘅结果系阴性啊，即系两个都冇新型冠状病毒啊。但结果点样啊？系自己吓死啊，吓到点样啦？佢就杀咗佢老婆，然后自杀。哎呀，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悲剧啊！呢个就讲到咧，我哋心理嘅恐惧啊，比呢个实际嘅呢一个嘅冠状病毒更加可怕。个冠状病毒咧都未嚟到啦，我哋已经点样啊？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负面的作用，不是自杀，不是杀人、抢东西，或者是、抑郁。所以呢，我们看到死亡的威胁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甚至乎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Stay at home 这个居家令现在呢是全世界、差不多接近一半的人口都躲在家里、大家都做咗咧呢个宅男宅女，系咪啊？以后咧，大家皮肤都会越嚟越白噶啦，晒太阳咧晒得少啦嘛吓。咁啊喺呢一种嘅居家令嘅情况之下，咁我哋面对咧将会好多嘅问题会发生嘅。第一个嘢就系失业啦吓。咁我哋睇到咧，美国咧申领咧失业救济人数咧去到660万啊！哇，好犀利嘅数字啊！这个咧系啊失业率咧系几乎直线上升啦。而咧我哋睇下咧左下角呢个图咧系美国各大嘅零售业咧，商场大嘅公司全部闩门啊！当然暂时闩门，但我相信有啲嘅铺头咧。又一閂咧就冇得再開噶啦，所以右下角呢度咧係各行各業啊，包括咧娛樂業啦，呢個旅遊業啦，大型嘅呢個購物商場啦，係咪戲院啦？哇，好多嘅呢啲嘅鋪頭咧，指數都向下降。三月份嘅消費指數由呢一樹咧一路向下，差唔多又係接近直線嘅向下暴跌啦。是跌过了过往以前的最低的一个指数，所以我们呢很快呢就会遇到呢经济的问题，因为我们一失业一没有工作，我们就会有经济的困难了，公屋啦、公车啦，是不是交不到租啦，那么这些经济问题成为了社会的问题，社交的问题，因为大家都保持距离，不能够出街，不能够来往，很多社交生活的活动都停止了，人就会 越来越孤独，有很多心理的问题会发生。饮食的问题，平时可以去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或者去一些餐厅，但是现在呢餐厅又不开，超级市场甚至乎有些东西都未必买得到，咁变成呢我哋买嘅嘢呢就有限啦，咁我哋飲食上呢可能营养唔均衡，或者有啲人偏食当然我知道呢有好多人好鍾意食公仔面公仔面食都会变公仔㗎喎，即係唔使喐㗎啦，咁飲食问题就会带嚟呢肥胖嘅问题啦，个个都喺屋企係咪一系呢就食嗰啲薯片公仔面又不运动了，没得出街不运动，那么平时呢少运动的人更加不动了，那么平时有运动的人现在都没得运动了，所以以后呢我们发现呢那么肥胖过重，身体呢新陈代谢出现问题的时候，又会容易有高血压，容易有糖尿病，
会有好多新陈代谢嘅问题嘅，所以咧呢、这个疫症完咗之后咧，病人又多咗好多好多。家庭嘅问题啊，有啲嘅夫妻啊，平时翻工嘅时候见面少，闹叫都少，依家日见夜见，哇！结果咧就好多咧，以前隐藏嘅问题咧，全部爆咗出嚟啦。有沟通嘅问题，有冲突嘅问题啊。咁啊，再加上咧，我哋依家系好多时系用手机，系咪？哇！我哋咧唔识点样去同人沟通啦啊！咁啲父母同儿女嘅啊，比例以前咧，儿女成日都喺街出街，依家咧冇得出街，咁咧就咧有代沟啦。屋企咧上一代同埋下一代大家之间，哇有摩擦啦，或者有亲戚要喺屋企咧，啊冇得咧啊翻自己的地方，哇大家咧空间又细，又唔能够包容，唔能够忍耐，咁啊哇脾气又唔可以收敛嘅时候咧，我哋情绪一激动啦，系就爆发咗家庭冲突问题。娱乐嘅问题，人咧系需要娱乐嘅，需要放轻松嘅，啊。我哋话工作嘅时候工作，读书嘅时候读书，啊，玩耍嘅时候、玩乐嘅时候都要玩乐噶嘛。但依家咧，哇，所有外边活动，啊，打波又唔打得啦，所有活动都冇咗，咁变成咧就系做电视白痴或者手机白痴，系咪？大家坐喺嗰度，哇，就系透过影像嗰啲嘢咧嚟咧系啊，抒发下我哋嘅啊一啲嘅啊情绪啦。咁咧，于是乎咧，我哋发现咧会有好多人抑郁嘅。再加上咧，有啲人咧唔系几识得用手机，唔系几识得用电脑，但系咧为咗工作要在家工作啦，要用电脑，哇，咁啊变成啦非常之烦躁啦，因为唔识得操作呢啲手机啊、电脑啊呢啲嘢啦，哇，就增加咗好多嘅焦虑，好多嘅愤怒，于是乎咧屈到身体又唔系几好啦，于是又有医疗问题，啊，依家医疗又出问题，点解咧？因为平时你可以去到诊所去睇医生去药，哇！依家咧药啦排队啦，如果要去医院咧，更加咧唔使忙啦吓，医院忙到不得了啦，医生护士唔得闲啦。咁所以啦，依家大家要好小心保养自己身体啊，因为你自己身体有啲咩问题啦，哇！去到诊所去到医院都会好麻烦，所以我哋发现咧，医疗健康成为一个好大嘅问题。再加上我哋就好惊一唔小心有感染，如临大敌。出街要去买嘢嘅话，去到超级市场啦，哇，真系咧，好似咧去到啊，即系战地啊，啊，全身咧，哇，全副武装啊，吓，随时一唔小心，哇，就有子弹啦入嚟噶啦，喺病毒嘅眼见唔到嘅，咁又惊自己感染咗之后咧，又惊啊传染咗屋企人，喺屋企咧，你咳两下咧，全家都好紧张嘅话，你系咪有咗冠状病毒啊？哇，我哋会即系冇咗呢一个嘅新型冠状病毒嘅感冒啊，都会变成咧精神病啊，成日呢样样嘢都会非常之啊紧张啊。美国啊心理学协会警告我哋啦吓，咁 啊我哋咧如果长期喺屋企里边咧，要注意几样嘢，第一。我哋会产生恐惧同埋焦虑 ，fear and anxiety。OK， 我哋一定好小心处理我哋嘅情绪啊，我哋嘅恐惧啊，同埋我哋焦虑啦。第二咧就系 depression and boredom 啊，即系好闷啊，抑郁啊，一系就好抑郁，哇，心情低落啊。不嬲比较咧负面嘅人，比较唔系咁乐观嘅人，悲观嘅人咧，哇，呢个时候咧会好容易忧郁，再加上落雨天嘅话咧，咁啊好多人会抑郁啦。再嚟就系烦闷啦，哇要癫啦，再唔出街就要发癫噶啦吓。再嚟咧就系愤怒啦，头先讲啦，好激气啊，好多嘢睇唔惯，睇唔顺眼啊，大家一有摩擦，一有啲嘢咧，我哋好烦躁，又好怨恨啊吓，即系好多嘢咧，我哋怪责人啦吓，啊都系你唔啱，都系你嘅错，都系你嘅祸啊，我哋就会怪责人。再嚟咧就系咧系遭受歧视啦啊。尤其是如果你有病嘅话咧，如果你系咧验咗系啊阳性嘅，你有呢个冠状病毒咧，咁啊人咧当你咧就你呢个人就系病毒啦，咁啊就好容易咧俾人歧视，系咪？我哋最担心咧就系种族歧视，依家咧系加埋病毒歧视，
啊，或者病人歧视，你有病你就被歧视啦，被隔离啦，不隔离已经好惨啦，好孤单啊，仲要好麻烦好多嘢，仲系要点样？俾人啊系一种好歧视嘅眼光，再加上点样？又惊喺出街俾人打啦，系咪？或者系有治安嘅问题啦？呢、这个就系我哋喺呢一段嘅时候，喺居家令嘅时期咧，大家要好审慎小心，产生咗一种心理嘅负面嘅一个影响。我哋睇到咧，人人都系会有一死嘅啊，死亡嘅结局咧系我哋人人必须要经历嘅。无论你惊也好，你唔惊也好，我哋都系要面对呢一个嘅结局。我哋睇下意大利。哇！呢啲棺木咧冇地方摆，摆喺教会。咁啊，出殡嘅时候咧，因为居家令啊，所以咧系由呢个军车咧护送啊，军车咧载住呢啲棺木咧，咁啊就带去咧坟场。甚至乎咧，医院个棺木咧就已经摆落喺医院啦，已经准备啦。呢个人一过身啊，即刻就摆喺棺木，然后咧医生咧啊，本来已经系推病床嘅，而家唔系推进病床喎，系推个棺木出去喎。咁啊，教会你睇下呢个教堂好大，但系咧活人啊好少，死人仲多过活人啊。圣经话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传道书冇人啊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战争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嗱，我睇到纽约啦，哎呀，好悲惨啊！纽约啊，感染人数同埋死亡人数都系最高嘅。咁啊，嗰啲嘅啊过咗身嗰啲人咧，就会咧系啊，摆喺呢啲咁样嘅冷冻嘅货柜车入边，用呢啲嘅橙色嘅嗰啲胶袋咧系装住，装住就摆喺嗰度。右下角呢度咧就系呢个停尸间啦，啊临时嘅殓房啦，因为太多人死，所以暂时摆住啊，然后咧就抬到咧去呢啲咁车上。嗱呢啲咁样嘅镜头，俾我哋喺眼前睇到乜嘢咧？哇，原来死亡好近喎！哇，原来咧我哋本来系睇中国系咪武汉吓，跟住咧哇睇到咧意大利系咪？哇！睇到咧系啊，西班牙啊，法国、德国啊，睇到咧啊，韩国啊，睇到都好似咧好远啊，唔关我哋事咁样嘅，系咪？我哋只要做好啊，做好防卫得啦，冇问题噶。但系而家唔系噶噃，而家已经嚟咯，好似一个咩啊海啸啊！哇！呢个海浪啊，呢个海啸，呢个海浪冲埋嚟啦，一波一波咁样嚟噶噃。各个国家都会去到一个高峰期噶嘛，咁依家咧，哇嚟到咧，初一开始嘅时候咧，系啊，华盛顿州系咪？系西雅图，哇！依家去到牙去到纽约咯，哇！纽约依家又去 LA 喎，吓洛杉矶喎，罗省喎，哇！我哋睇到咧，好似咧呢个死亡啊个威胁，死亡就系我哋嘅眼前啊！但圣经话俾佢听咧。人人都是会有死的，冇人可以咧将我哋嘅生命留住嘅。而家有好多医生护士啊，写紧遗嘱啊，因为佢唔知道啦，啊，佢喺医院做到边一日啦，佢中咗招啦，佢自己身体啦系胜唔过呢个病毒啦，佢就要面对死亡啦。所以死亡啦，随时都可以无孔不入嘅，哇，睇唔到噶，佢啊揾到边个，边个就会死噶啦。咁所以咧系冇人能免噶，我哋冇办法去掌管到呢个死期噶。唔好以为人定胜天啊！哎呀，我身体好好啊，冇问题。但系军人都会死，运动员都会死，后生仔都会死噶，系咪？人人都会一死。当然啦，我哋睇到呢一个嘅新型冠状病毒，佢传染得快，潜伏期耐长，系咪？啊！而且咧系全球性嘅，所以我哋非常之害怕，而且有死亡率嘅，系咪？但如果我哋睇一睇咧，2017年世界嘅死因表，我哋睇下咧，全世界咧统计咧，死亡最多嘅每一年咧，死最多嘅系心脏病，死几多人啊？2017年死咗1779万人啊，1779万。癌症咧956万。
好啦，下面呢，呼吸道疾病同埋下呼吸道疾病，即係肺病啦。有幾多人啊？呼吸道嘅有391万人，下呼吸道呢有256万人，加埋呢600几万人，係咪？647万人。啊，糖尿病呢137万人。啊，即每一年糖尿病可以死到137万人的、啊、道路伤亡啦，意外啦，124万人，肺结核啦，又系同肺有关嘅，118万人、啊，所以加埋头先嗰个640万人啦，话咁样就成750几万人啦，760几万人啦，700万人系因为同肺有关嘅病。所以咧，哇！我哋能够每一日呼吸啦，真系非常之感恩啦、啊、好好地呼吸啦、啊、好好地练气啦，好好地保养我哋嘅肺啦。因为咧，肺病死啊，肺结核啊，呼吸道啊，上下呼吸道啊，好有700万人死、啊，一年死700万人，自杀都有79万人，将近80万人。哇！你加埋咧，都有100几万人啦、啊、吓。119万人啊，系死于咧，一系就谋杀，一系自杀啊！喺人为啊，人为自己杀死自己，好似头先嗰个夫妇咁样样嘅，新型冠状病毒未嚟，惊咁咧就杀咗佢老婆，就自杀埋，结果咧啊，验出嚟结果系阴性嘅，呢啲就系咧谋杀同埋自杀咁样嘅情况啊，唔系净系呢一对夫妇啊，2017年啊，3年前啊，都有119万人啊，加埋谋杀同埋自杀。咁样再嚟睇下咧，自然灾害啦，全世界自然灾害都死咗9000人噶咋，所以唔好成日都怪，哇！上帝降灾，上帝降灾，哎，上帝咧，点解咧令到人受苦啊？其实我哋人仲紧要过天灾啊！天灾有9000人，人祸有几多啊？哇！你加加埋埋啊，不得了啊！是几千万人，是不是几千万人。好，我看看美国。美国呢，由这个 CDC 疾病这个的防控中心啊，10大死因呢、这个表呢，第一是心脏病，第二癌症，第三中风，第四是肺病，第五是意外，第六是糖尿病，第七是痴呆症，第八是流感啊。流行感冒都是第八位啊。然后呢，肾病、肝病。2014年嘅统计表咧，啊，仲有意思啦！我哋喺咧2014年可以睇下咧，呢度咧有心脏病61万人死，排行第一；癌症59万，第三位咧系咩咧？医疗事故啊，误医啊，25万人，死于乜嘢咧？食错药啊，医生开错刀啦，睇错报告啦，系咪？咁啊，梗系会有时咧，系啊，搞错噶，摆乌龙噶，或者系病人搞错，或者系医生护士搞错，咁咧就呢啲医疗错误失误咧而死亡啦，有25万人啊，啊多过感冒好多啦，呼吸道疾病有14万人，意外有13万人，中风13万人，痴呆症啊9万人，糖尿病啊7万人，糖尿病好普遍啊。但七万人啦、啊，都冇癌症同埋心脏病死得唔咁多啊！流行感冒咧，5万人咋、啊，自杀都有4万人啊！我哋睇到咧呢啲统计咧，就再一次话俾我哋听，人人都有一死，唔系咧感冒死，就是、心脏病死、癌症死，或者系你交通意外死，无论点样死都好啦。人人都会死、啊、当然我们最好希望什么自然死，是不是老死，我呢睡觉的时候、啊、睡着了、啊、睡死、啊、所以呢人可以好死都是一种祝福、啊、是不是，但是呢 你不能够去掌管的，刚才的传道书第8章8节已经说了，没有人能够掌管这个死期的，这只是上帝才知道的，所以无论我们将来是因为什么缘故而死，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怎样死，
你是会死的了。啊，复活节啊，我是要这个时候讲啊，唔通到过年的时候讲，过年时候讲这个题目没人喜欢听啊。我在这时候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咁样犀利，人人居一家喺屋企嘅时候，最恐惧嘅时候就要思想呢个问题。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嘅，到底我哋人死咗之后嘅出路喺边度啊？原来咧，圣经话俾你听，人死之后唔系如灯灭啊，唔系冇咗噶。人死咗之后仲有灵魂嘅，一啖气由我哋身体会出嚟嘅，好似呢个图啊，人瞓喺树。有好多人的经历，当他做手术的时候，他会看到他自己灵魂被飘起了，他会看到自己的、啊、这叫做濒临死亡的经历嘛， Near Death Experience、啊、很多这些有很多人写书写小说、啊、讲见证，有很多人这样的经历、啊、在这个医院里面的时候昏迷的时候，他灵魂走出来的、啊啊、他走出去的、啊，可以睇到咧，啊，窗台啊上面咧有鞋喎、哦，可以见到有双鞋喺度喎，啊，到咗佢啊好翻嘅时候咧，啊，叫护士咧走上楼上，望翻个窗台，真系有个鞋喺度，佢点会知啊？佢身体瞓喺嗰树，系因为灵魂飘咗出去啊嘛，所以人死唔系如灯灭，人系有灵魂嘅。嚟而家意大利，啊，人死咗之后冇时间啦，安葬啦吓。啊咁就请神父咧系念下经啦，咁就草草就啊结束呢一个嘅丧礼啦。我哋人嘅身体无论点样死法啊，无论用咩方式埋葬啊或者火葬，但系最紧要就系我哋嘅灵魂要去边度？呢个系最重要嘅。你做活着嘅时候，你就要咧睇定将来嘅去处。圣经话俾你听，我哋人死咗之后，将会去到两个地方，一个咧就系咧平安嘅乐园，一系咧就系另外一个选择，冇得选噶啦，就系痛苦嘅阴间。而呢个两个地方咧，唔系到你死嘅时候先要选择嘅，唔系，系你活着嘅时候就要决定，即系你今生嘅决定就决定咗你永世嘅命运噶啦。啊，你依家嘅选择决定咗你永世嘅命运。咁啊，圣经咧，耶稣咧系曾经咧讲过一个个案，一个人咧系一个财主，好有钱嘅，佢屋企门口咧就有一个乞衣叫拉撒路，啊，个财主冇讲到边个叫咩名，个财主好多吓、啊，财主啊最紧要就佢嘅名啦，但耶稣偏偏就唔讲佢叫咩名，乞衣咧就冇人纪念嘅，乞衣咧冇人去理噶，流浪汉，你知有几多人去关心佢，佢叫咩名咧？啊，就系有一个。乞衣流浪汉叫拉撒路、啊、有名有冇有记？咁啊，财主死咗，呢、这个乞衣又死咗。但死咗之后咧，呢、这个财主咧喺阴间啊，非常之痛苦，有火喺嗰度烧。咁我就见到咧，个乞衣咧喺乐园，喺个祖先嘅怀抱。祖先系边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犹太人嘅祖先。咁佢见到呢个乞衣竟然喺佢嘅祖先嗰度咧抱住，好舒服啊！咁佢又好惊吓，所以佢就求呢个亚伯拉罕咧打发呢一个嘅乞衣拉撒路攞啲水嚟掂下佢嘅脷啊！佢太颈渴啦，呢个火喺度烧。但亚伯拉罕就话啦：啊，唔可以，点解咧？因为咧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啊，路加福音十六章廿六节，即系话到呢度咧，平安嘅乐园系好美好嘅地方，同呢一个嘅痛苦嘅阴间中间有一个嘅深渊隔住，所以拉撒路咧系过唔到过嚟噶。当然财主都去唔到嗰个乐园啦。这个是个中途站来的，还没去到末世的时候大审判，还没去到天堂、啊、他还没去到地狱之，就是一个等候期，但是已经有深渊隔开，所有死了的人呢，你只是呢有两个地方去的，认识神的人，悔改的人，信耶稣的人就会在乐园里面享受平安，享受喜乐，但是
唔信神嘅人，唔认识上帝嘅人，我哋靠自己，人定胜天，咁啊，我哋就会喺呢个痛苦嘅阴间之中。或者有好多人未必相信呢样嘢，但系咧，耶稣话咧，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嘅复活得生，作我的复活定罪。哇！我哋睇到原来咧，有一日人人都要面对耶稣嘅审判啊！万人、万国、万民，所有死嘅人都要复苏。死嘅人复苏之后咧，就要面对耶稣嘅审判。信主嘅人就会有新嘅身体，有复活嘅身体，好似耶稣嘅复活之后嘅身体一样。我哋咧就得生，我哋行善认识神得生，但系作恶嘅唔认识上帝嘅，咁啊灵魂咧就要面对第二次嘅死。我哋人人都怕死，虽然我哋唔能够免死，都要面对死。但系第二次嘅死更加可怕，系灵魂与上帝永远隔绝，永远受痛苦。既然你都唔愿意咧，你嘅身体嘅死，咁啊灵魂嘅死，我哋更加唔愿意再死一次啦，系咪？你死一次，你制唔制？死一次已经够啦。但系第二次嘅死你系可以避免嘅，你可以咧喺今生嘅时候快快信耶稣，认识上帝。以至于咧，将来审判嘅时候就唔会咧被抌落火湖里边，经历第二次嘅死。启示录里边话：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哇！你冇讲过，以为讲大话啊！哇！凡系犯罪嘅，他们啲粉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嘅死啊！而且呢个死咧系永久嘅，即系唔系如灯灭，唔系烧咗烧完咗啦，系永远喺嗰度受苦，呢叫永死，永远嘅沉沦，永远嘅痛苦，喺个火湖里边啊，同魔鬼撒旦一齐，佢要折磨你，呢个就是永永远远嘅痛苦啊，就系第二次嘅死啊！各位朋友，希望你藉着呢一次嘅新型冠状病毒喺屋企嘅时候。你听到这个信息呢，快点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耶稣怎样可以免我们死呢？不是说免我们现在肉身的死，人人都有死，无论你信不信耶稣，我们人都会面对死亡的。但是我们可以避免第二次的死，我们可以避免我们灵魂的死，我们不需要去到那个硫磺的火湖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得救啊？就是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复活之后打破了死亡的权势，第二次的死不能够再能够是捆绑我们了。第一次的死是因为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犯罪，罪因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死就临到众人，而且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所以耶稣就是来这个世界为我们死，他成为了人的肉身，好像圣经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就是耶稣啊，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但要藉着死。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死，藉着死做什么？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败坏魔鬼啊，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原来人人都怕死的，你一怕死呢，你做了魔鬼的奴隶，魔鬼就藉着这个死呢，哇，就来捆绑我们，恐吓我们，然后呢，我们人很多时因为怕死呢，就犯了罪，就做错事。就像刚才那对夫妇，因为怕自己中了病毒，怕老婆中了病毒，那么竟然呢，因为怕死呢，就开枪打死老婆，这个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啊，这个做了魔鬼的奴隶啊。魔鬼就藉着这个死的恐吓威胁，就叫他呢做了呢谋杀他老婆的杀人犯啊，然后之后他就自杀了。那这样的情况啊，他一定落地狱的，是不是？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他没有平安，
佢冇救主嘅爱喺佢心中，佢咁样嘅死系一个好不智、好愚蠢嘅死法。或者啲人话啊，咁其实佢都系为佢老婆啊，让佢老婆唔好经历呢啲痛苦啊。但问题佢哋检出嚟系阴性啊嘛，而且就算你啊中咗冠状病毒，唔等于你判咗死刑啊嘛，仲可以有活嘅机会噶、啊。哎呀，真系可悲可悲。耶稣嚟就系俾我哋有盼望，俾我哋有平安。佢担当我哋嘅罪，将我哋嘅罪污除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以至于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因为他会赐给我们永生。因为他自己死了之后又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复活了他再代表是他有生命的大能，死亡在他身上不再有任何权势，所以打破了死亡的权势。所以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啊。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是掌管生死的主，死人和活人都要靠主。看主这个字是什么？中间是十字架，是不是有个十字在中间？十字出了头就是主啊。可以看到，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个什么意思呢？保罗呢看到耶稣的复活，讲到我们信徒的复活，他们就讲到了当复活的时候呢，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不能够胜过生命啊，不能够胜过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你毒钩，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哇，这个死啊就好像一个勾啊，哇，死的毒勾就是罪，这个罪就好像病毒这样的。你看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都有很多个勾、啊、它有很多吸盘、啊、在它上面，哇，一个球，但是有很多刺，那些刺还有些吸盘、啊、好像勾这样。它由这个鼻腔或者口腔一入了喉咙的时候，它可以刺到你的喉咙，或者呢它可以落到你的肺那里，一去到气管去到肺那里呢，哇，他就会将他的基因呢繁殖下去了，就不断地繁殖他自己啊，复制他自己啊，由一个可以生到几百万，成过几千万个。这些基因就好像律法，是一个定律来的。这些病毒可以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个病毒啊最犀利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他那个 RNA 啊，那些的那些基因链啊，那些基因链呢是精心的密码来的，设计好的，它可以呃我们的细胞，呃我们免疫细胞，我们的细胞认不到出，认不到它，它就是一个毒钩来的。它一勾到你的细胞，勾到你的组织之后，它就可以怎样啊，它将它自己的那些基因那些密码就输送到在你的身体里面去，就不断的繁殖啊。这个就是一个律来的，这个就是病毒的权势，就是它的基因的律，就不断的生生生生生生到呢，由刺激到你自己的免疫细胞呢，就呢是不断的打你自己，就自己打自己，它叫做呢免疫风暴了，是不是？最后呢你的肺里面呢就纤维化，肺里面呢很多的痰，最后呢唞都唞不到气呢，那么就断气了。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为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有生命的盼望，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给我们有信心倚靠上帝，不要害怕，不要怕死亡、啊、今天已经介绍了很多种死了，是不是？而且呢很多的死的数字大大多过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而我们人人都会面对一次死亡，但是人类历史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复活节的时候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耶稣是历史的主。所以人类历史的时间计算就用公元前公元后，就以耶稣的出世来决定人类历史的公元前公元后。耶稣复活了，再一次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佢系胜过死亡嘅，佢有复活嘅大能。所有嘅坟墓上面都要写两个日子，一个系你出生嘅日子，一个就系你死嘅日子。你嘅生日、你嘅死日都系根据耶稣出世嚟计到依家，计到你出世嘅嗰一年嗰一日，计到你死嘅嗰一年嗰一日。所以你个坟墓上面嘅嗰个数字，都系再一次证明耶稣系嚟过呢个世界，为你而生，都系为你而死。而耶稣复活啦，就胜过咗死亡，胜过咗魔鬼撒旦嘅权势。你唔相信佢，仲可以信边个呢？唔跟随佢，仲要跟随边个呢？只有耶稣去过阴间。只有耶稣在天堂，所以我们相信他的人，你可以放心的了，将来了与他一起同住在神的天家，好得无比。因为他是由天而降，又回到天上去的。那么天和地，光明和黑暗，天使和魔鬼，上帝和撒旦，你自己选啦。公义、慈爱和罪恶、仇恨，是吧？平安和恐惧摆在大家的面前。在复活节的时候，你不接受这个光明的主、平安的主、喜乐的主、荣耀的主，你接受谁？所以我呼吁各位朋友，你在家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讯息，你愿意相信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话，那么就做下面的祷告。下面是一个决志的祷告，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就带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让你的灵魂由现在做决定，你将来就去得到永远的永生的命运。现在开始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回到上帝的面前啊。咁我而家咪祈祷，你又跟我讲啊，天父上帝，我多谢你喺呢个复活节嘅时候，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嘅救主。我相信耶稣系神嘅儿子、独生子，由天降世，就系为咗要担当我嘅罪而死喺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俾到我有生命的盼望。多谢你赐俾我永生，我承认我的罪，我愿意悔改，求你赦免我，接纳我。我现在都是接受耶稣进入我的心中，掌管我的一生，让我一生跟随主，不再害怕死亡，不再害怕疾病，因为有主的同在，好得无比。而且我们有一日都可以在主的家中与主同在。我这样诚心诚意的祷告，是奉靠主与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希望呢你呢刚才能够这样跟着我做这样祈祷呢，主耶稣就拯救你了，主耶稣就进入你的心中了，神的灵就充满你了，你从今之后你就是神的儿女啊！恭喜恭喜，你不再是一个罪人，你不再要害怕了死亡，还有将来有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和你没份，因为呢你现在的决志，你现在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灵魂永远的命运。而弟兄姊妹，我们更加要感谢主，因为呢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而得胜，我们胜过一切，我们不需要害怕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我们不需要害怕周围环境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有主的保守。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信心一定要坚定，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啊。虽然现在我们在家好像做不到什么事，但你可以打电话，你可以将我们这个视频发给你所有的朋友，你可以去传福音，是透过文字影像，可以透过电话，透过这个社交的群体
我哋又可以啦祈祷，透过祷告为人代祷，可以为主作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咁咧，我都希望大家咧能够快快脆脆啦啊，能够度过呢一次嘅疫情，将来我哋再一次再见面嘅时候啊，我哋一齐数算主嘅恩典，更加希望咧。在这段时间有更多人呢上网来看我们的讲道崇拜聚会，听我们所传讲的福音，让更多人认识主，将来呢这些疫症过后更加欢喜的大家一起相聚。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非常之开心，感谢神，因为主的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的权势，胜过了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属你的人，相信你的人，我们都不至于害怕。无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什么大事，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永远都是平安，永远都是喜乐。感谢主，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愿主赐福给你。好，弟兄姊妹平安，再一次多谢大家呢透过网络网站大家在家聚会收睇我哋嘅视频我哋希望呢个疫症快快能够过去，我哋恢复正常。咁呢就上个礼拜都多谢有啲弟兄姊妹奉献，咁我呢就呢係代表教会捐咗一啲嘅医疗物资口罩200个口罩同埋60个嗰啲嘅防护衣，咁去到呢呢一个浸信会嘅 Arlington 嘅 Nursing Home 就是一个年长者嘅中心，咁嗰度呢有200几位嘅医护人员佢哋呢係冇口罩冇呢啲防护嘅用品，咁我呢就呢係预备咗一啲呢係捐俾佢哋。咁仲有有弟兄姊妹仲係奉献有啲面罩等緊嚟咗之后呢又会攞俾佢哋。如果弟兄姊妹有负担係希望参与呢种嘅捐献嘅，咁你可以呢奉献寫呢个慈惠捐，我哋会喺教会嘅慈惠捐嘅账户里面呢係撥啲资金呢嚟购买呢啲所需用嘅呢个医疗用品呢俾有需要嘅中心。或者你有一啲嘅物资係医疗方面係好㗎咁佢用得㗎，咁都可以话俾我听，所以弟兄姊妹可以打电话俾我。当然如果有弟兄姊妹你缺乏某啲嘢嘅某啲物资嘅话呢你都可以打电话俾我，我哋都尽我哋力呢嚟呢係帮助大家。咁我哋呢執事会呢都喺琴日呢朝头早，我哋呢透过呢都系网上嘅形式呢，我哋呢系进行啦讨论咗几件事。第一呢就系疫情期间嘅关怀，我哋希望呢虽然教会嘅聚会唔能够大家返到嚟教会，我哋希望呢透过电话网络呢大家继续保持沟通彼此关怀彼此联系。第二呢就系主日聚会嘅跟进啦，咁我哋呢依家呢一种形式的聚会可能还要持续到五月希望就不要去到六月七月了，越快结束越好，但起码会有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要看看、就是、我们怎样保持我们现在的这样的网上聚会的情况，有什么跟进有什么改进再来呢就是呢要为未来复会恢复正常聚会的时候做准备。我们不知道呢这个疫症完了之后呢整个世界或者我们的社区有什么改变，以后的即是人际交往的方式或者聚会方式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呢我们都要做好准备。可能会有些不同，但是我们都要预先想到以后我们复会之后的大家的即是聚会的方式我们要怎样去做好准备。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的执事会所讨论的事。如果弟兄姊妹对教会对我们的网上的聚会的视频有些什么意见，都欢迎呢跟我们联络或者打电话给我
啊，或者打电话俾我哋任何一位执事，咁咧，我哋希望咧，我哋所有执事一齐嘅努力，让大家一齐度过呢一个嘅艰难嘅时刻。愿上帝赐福俾你。